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哲哥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实验呢？就是一正常人的嘴里，一个正常成年人的嘴里，到底能嚼多少块大大泡泡糖？下面让我们来试一下。今天我特地买了一盒，试一下，还是那个变魔术。哦，看来法力还是不够，继续变魔术。慢。成功了。接下来我就开始嚼了。第一块，第二块，好了，为了不让大家看得那么麻烦，我提前包出来了。刚才已经是两块了，现在第三块，第四块，第五块，第六块，七块，管停一下，我先嚼一嚼啊。我以为我能嚼十块，没想到七块，我就已经嚼不动了。所以现在已经嚼出了，没有多余劲儿，但是剩还是嚼好。现在还有没有嚼开的泡泡糖？您试过应该知道，里面还有硬的地方，没有嚼到的地方。看看。八块，九块，实在是嚼不动了，舌板已经酸了。十块，给我一分钟休息。十块，虽然我已经休息了一分钟，但是我还是嚼不动，里边还有很多没嚼烂的。继续嚼，那你能吹一个大泡泡作为今天结束？十块，而且非常非常甜，嗓子已经受不了了。七十二号活动现在开始。不用说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因为十块泡泡糖的甜度实在是太甜了，而且我的我这已经非常非常的酸了，实在受不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你别忘了点住三连击，素质素质素质。素质